大家好，大家早，我是阿周。今天10月12号，现在早上大概六点钟。等一下呢，出租车司机、计程车司机会来接我们，从台南直接搭到高雄小港机场。这次的行程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件很奇特的，就是挑战自己屁眼的忍受度到多少。这个，因为我第一次在十几年前、20年前到大陆旅游的时候，曾经吃过鸭脖，那一次啊，吃完之后隔天屁眼受不了。不过这次的行程呢，挑战又麻又辣的地方哪边呢？当然就是四川省的成都还有重庆。这是高雄朝港机场，等一下就去要办手续，准备要飞出去。在帮行李做体检。OK， 我们要去搭飞机了。那个座位，这是熟悉的地方。要搭飞机喽！到澳门呢，要去转机，那个就是摆渡车。转机。那边是入境。是这边吗？啊哈。是这吗？对。确定。看来只有我们两个走这边呢。对啊，到底对不对？对啦。后面还是有人跟我们一样是转机呀。坐前面的好处就是可以走前面。已经到澳门了，大概搭飞机搭1个多小时，那现在准备再转机，要搭12点的航班。现在时间10点，应该10点50吧，看一下，10点54分，飞机没有 delay， 非常 OK。跟着指标走就对了。排队再一次，这边要出示机票。第二段，要出示第二段的机票。跟各位说一下，这边水还要倒掉。转机呢，就从底下过安检之后，重新过一次安检上来。走啦，15号，左边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请搭乘去航空 JS2020航班从台北。经过一阵混乱之后，走到这边来，准备去15号登机。OK， 第二段搭机。
Hello， 第二段弹断。成都我来了，我现在在天府机场，现在在 Terminal One 第一航厦。要走很远，请站稳扶好，不将扶手伸出右手的膝盖，要给扶手外国人采样 ，OK， 里面就不能拍了。中国海关通关录影，不能录影哦。那通关完后走出来，就往这边看你是在第几个转运盘。我们今天是在第四，所以说就往第四。我以为我们都已经出来，结果还没有。取完行李要到那边，那边又不能拍照了。好的，以上是阿周从台南出发，台湾台南出发，一直经过辗转的转机，最后到达成都天府机场的情形。